来又开始我们的新一轮的战斗啊！现在马上全装备下水，好。大鱼我是认真的，现在一下潜就看见一条这个金丝猴点啊，直接就把它按在这个石头上面一动不动的这块哦。哎，金丝猴点，这条不是很大，但是非常的漂亮啊，金丝猴点啊，先拿上船吧，就刚下水就打一条。现在呢，又看到这个非常泛滥的这个金固鳗，哎。昨天呢我没有打，但是今天呢我狠狠地打，哎，现在看见一条非常粗暴，金骨鳗到手，哎呀，现在这个水开始浑了，看不太清楚了，这个地方已经被那个浑水入侵了，赶紧想办法换点。换点了，赶紧换点，在这里水太浑，这里耗不下去。现在换到新地点，看这个水皮还是可以。一下水，一条黑刀跑到我的怀抱。哎呀，这条黑刀两三斤了吗？看到吗呀？哦。简简单单打条黑雕吧，黑雕。那，这个金骨鳗啊，真是泛滥。哎呦，现在要一大群啊，向我咬过来呀！啊，我瞄了一瞄它啊，它果断肯定是从我这边咬过来的。我果断一扭头发现他们真的来了，哎呀，你这奇怪的，哎呦，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十几条，哎呦，他现在开始加速，你加速你就好了，刁难呢，我这个枪我很甩枪的，我瞄准了，好的刁难，你乖啊，还是美丽的金骨鳗。你看，像我这种功力，哎，不打就不打，打就打两条的，哦，不打就不打，一打就打两条，哎，水浑鱼小，上船。这个点就打两条金骨鳗，一箭双雕。还有一条，还有一条。哎，要怎么换点了？就要无限的换点，才能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鱼群。到了吗？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它又来了，一条这个白雕，用白雕，嗯，非常的不错啊，直接，哎，向它瞄准，来，是不是，轻松拿下一条大白雕，哎呀，勾起勾好了。都起钩好了，那下去打了一条白雕，这白雕非常漂亮。Oh yeah！ 今天这个钩起钩好了呀，打了好几条鱼了呀。因为现在这个耳朵呢，有点排气不顺畅哦，那耳压搞得不舒服哦，有点胀。
就不理他了啊，我们就在船上睡觉休息了啊，这乖啊，等风哥下来，等风哥下来就回去了啊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今天收获一般般，全国第三呀！现在回去了，潜不了了。这个耳朵排气不顺畅，现在也4:20了，也差不多了呀。够吃够喝就行了啊，要这么多干什么东西呀？回来。打不到鱼，直接来抢鱼来了。哎呀，抢就完了，不得见面分一半吧？哎呀，见者有份。就是，我这是等你一个多小时了，我都没回家。哎呀，这哪是我跟你说的？哎呦，这不是我的。塞个牙缝来，穿上。这好吃，那个好吃。你看我打的都活的，蹦蹦跳的。还漏了一条大的，那条非常 beautiful， 回家。大侠，哦，都不是我打的。哎呀，都是常见的鱼种。哎，这串谁打的？反正不是我打的，我也不要。那我要吧，我要了。都别抢！今天刚钓。哎呀，这是金拱鳗泛滥了，今天。打鱼不累，扛鱼累哦。今天实现这个金拱鳗计游，基本上都是金拱鳗，没有200也有300条，哦。那个后唇啊什么的就几条三五条，金拱鳗呢太多了。今天哎呦打一天，的确是有点累。这个鱼呢就不呛了哦，这个鱼太多了啊，也不知道哪条是我的了。等一下就闭着眼睛拿，哦，拿到的就谁拿到就是谁的啊。我不拿了，都是我的。呛呢就不呛了，鱼呢，那个视频应该都有拍到的哦，打到什么鱼，都有镜头的哦，所以说呢就不一一清点了呀，啊，等一下呢，就搞几条那个高档货，去那个5星级那个饭店加工一下这块哦，属实是有点累，打这么多鱼。信不信打鱼三四年了都没有得吃过自己打的鱼啊，今天呢呀就安排一下啊，虽然说我打鱼不多呀，也要是吧奖励一下自己啊，最近发现我自己啊瘦了呀，所以说呢就搞几条鱼补一下这块啊，今天呢呀就简简单单就是这么多了呀啊，不多啊，没有200斤也有300斤了呀，啊，好，那这一块的今天呢就先到这里，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